Hello， 各位大家好啊！咁啊，我依家仍然系东京羽田地獄兽，咁但系再过多四个几五个钟之后咧，就会变翻做天水围羽田地獄兽。咁其实咧喺呢个 moment 最后呢条片想嚟一个总结啦，就系呢十日九夜嘅我嘅呢个东京之旅，一架马车走天涯，里面有好多嘅奇遇，识咗唔同嘅人，咁啊有好人有坏人。唔算得係一個夢幻之旅，但係總結嚟講，我覺得我冇後悔自己嚟到呢，即係嚟過呢次旅行咯。咁啊，去呢次旅行之前咧，好多啲 friend 可能就會話：，喂，你馬車掂唔掂啊？你日文又唔識，英文又唔掂，你去到好麻煩噶喎，又唔識路啊，又好多嘢話，好似搞到好複雜、好困難。咁其實我自己對於我嚟講，開頭都有啲心理壓力。自己都係睇下 YouTube 片啊，睇下啲旅遊攻略啊，剩啊。咁啊，啱啱嚟到都緊張，因為真係咿咿呀呀語言溝通問題。但係發覺其實依家完咗啦，一切都並冇想象中咁乜嘢困難咯。係有啲麻煩嘅，即係溝通方面，有時成日都攞個手機攞個翻譯器出嚟啊。但係其實真係冇乜嘢，冇想象中話咁難。我好希望各位朋友仔唔好再去考慮，唔好再去疑慮，唔好再猶豫。如果你真係好想去日本旅行，或者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，即係去旅行啦。你英文唔得，日文唔得啊，淨係乜差都唔得啊，甚至乎你中文都唔得啦。我覺得其實都唔係最緊要，最緊要係你個心，你要對自己有信心。我覺得係依家呢個時代其實好好嘅，好多嘢都科技資訊好發達，咁啊。唔需要咁驚啊，唔需要咁慌啊！真係，我都有時好彷徨、好迷茫啊，好空虛、好孤單，因為自己一個戇誇誇咁喺東京。但係基本上幾日落嚟，我都已經熟曬路，知道啲人係點樣，知道啲日本人個本質係點樣，啲人性係點樣，嗰啲地鐵路線啊、地鐵嗰啲站啊，大概我都摸得一清二楚。咁要去嗰啲地方，即係重點要去嘅地方都去咗。後尾就基本上晚晚都大家知道我落級啦，咁啊去溝假妹，咁啊但係已經發覺我原來發覺自己已經越嚟越對女人冇乜興趣，咁啊係啦，歡迎各位型男索仔可以過嚟溝下我，即係唔知點解對女冇乜興趣，同埋其實想同大家講啊，係我唔識日文，我哋識 konnichiwa、 arigato、 kawaii 冇啦，咁但係我都一樣溝到女啦，我都一樣溝到女條假妹。即係其實好多嘢真係唔係話啊日文唔得啊就好難搞，唔係。咁我又唔係話好靚仔，我又唔係話又唔係有錢。咁啊，我淨係仲要有啲鳩鳩地添嚇，係啦，鳩鳩地。咁但係我仍然相信，只要自己願意去做嘅嘢，冇乜嘢做唔到。想做的事一定會實現，咁呢個日本夢咧，叫做終於實現咗啦！人生第一次去日本，一個非常之現實嘅國家。日本仔好撚多狗公，日本妹好撚現實，好撚現實，好撚醒，好撚玩心計。咁當然啦，呢個地方係一個好有素質嘅地方啦，好有禮貌個個都，但係我覺得啲人好。係啦，日頭嗰啲人壓抑住自己，壓抑住自己嗰個天性，咁啊夜晚哇真係完全唔同嗰件事。大家去阿傑谷嗰邊啊，知咩事啦？夜晚去嗰邊，咁啊識咗好多唔同嘅人啦，日本又有，韓國又有，外國嘅都有，美國啊，最後竟然最後仲識咗兩個香港嘅女仔喺嗰度四五年啦。咁啊，一個做 IT， 一個做酒店嘅。咁啊，覺得其實我有時喺度諗咧，呢一切一切，由第一日開始，每一個遇到嘅人、遇到嘅事、發生嘅嘢，其實都係整定。我唔知道大家信唔信呢樣嘢。由第一步開始，第一步由你出世嗰日，出世嗰一個 moment， 已經你呢一生其實有啲嘢已經係冥冥中已經註定咗噶啦。我唔係話想話，哎呀，乜嘢都即係想講話整定㗎啦，乜嘢成？但係我意思話，真係㗎，好多嘢，我覺得呢個旅程好多嘢都係，包括我
會我發生嗰啲嘢，其實好多嘢好多元素啦，冥冥中係有一個定律，係一定會咁樣發生，一定會咁樣去有呢樣嘢出現。而呢啲嘢各種交集嘅原因就係在乎於你呢個人本身，你呢個人同埋本身喺呢度要講埋一啲叫做可能叫影響力法則啊、吸引力法則啊、懸浮粒子效應啊、蝴蝶效應等等好多一啲關於哲學同埋一個邏輯定理上，呢度就唔講咁多嘢。只不過想講嘅就係、是、其實好多嘢真係整定，所以好多嘢係強求唔到，好多嘢都唔係話你想向好向住。即係有個好嘅期望，希望就會真係可以嗰、那個希望會實現。好多嘢真係順其自然。咁但係自己要努力去爭取嘗試咯，自己要去好似我呢次旅行咁樣，好多嘢其實都好唔順利，好唔信心啊！好多嘢都亦都唔係想象中咁開心啊，係好唔開心。其實好啦，壓抑嘅成場旅行，好多嘢發生好多唔開心嘅事。真係噶，離鄉別井好多嘢係好麻煩，好多嘢係即係嗰種遇到嘅困難痛苦係自己知道。呢度啲日本人點樣對我啦？日本妹點樣對我啦？每一次旅行其實都係一個俾自己學習成長嘅一個機會，一個係啊，會成長噶去旅行真係。希望大家可以睇下多啲唔同嘅世界，去下其他地方，唔一定咪去到歐洲啊，去到非洲咁啊，近近地有啲少少錢咁啊，去下呢啲日本啊，呢啲近近地嘅地方咯，我覺得唔使話咁擔心啊，咁啊係啦，即係窮有窮玩咯，有錢話有錢玩有錢玩嚇，你冇乜錢嘅咪平平地咁樣嚇，咁啊。住平啲，食平啲，買平啲，玩平啲咯。落級啊嗰啲又唔貴入場費。係啦，想溝女啊，唔識講日文啊，又唔識講英文啊，冇所謂啊，直接過去。Hello， 咁樣。其實有啲嘢講真，你得嘅。點都會得，你唔得嘅點都會唔得。你如果好撚樣衰，你好撚陳，你個款行到去，就算啲日文啦啦聲啊，條彈妹都唔騷你啦。喂，你唔係喎，成個韓國歐巴咁嗰啲咧，單皮嗰啲好鬼靚仔，好鬼有型嗰啲款，高高大大咁樣。你行埋去，你唔差色乜嘢，人哋都自動都投懷送抱啦，除曬衫啦，濕曬啦，係噶。好現實㗎，特別喺日本呢個地方好現實㗎。咁啊，所以我有一個雄心，有一個野心，就係、是、希望我他日能夠紅到去日本，可以紅到去日本，或者唔好話成日日本都識我，起碼日本大部分嘅後生仔都能夠識。咁我諗緊點樣去實踐呢個夢想呢、這個計劃，好想第時可以喺日本發展，好想第時日本啲女會自己主動對我投懷送抱。嚇，我呢、這個。東京墮天地獄獸，咁啊，係啊，大家唔好猶豫啊，想去旅行就去啦，冇乜嘢咁真係又諗呢樣諗嗰樣啊，又驚呢樣啊，即係又話哎呀嗰度會唔會可能會坐飛機啊撞機啊，咪要撞都冇辦法㗎，咪成世唔去旅行咩？咁啊會唔會遇到啲唔知乜嘢唔好嘅嘢啊？哎呀成啊咁樣。一定的，每日都會有很多不好的事發生的，不信心的事發生的了，是啊，那啊，那你就整世留在家咯，整世躲在家咯，是吧，難道這樣嗎？沒的，想去就去吧，那下一站，我開始真的越來越愛上旅遊，那啊，想去哪裡旅行，會繼續拍得旅遊片給大家看，一架馬車走天涯，下一站去哪裡？下一站，我想去一個非常之可能會係非常之邊個地方啊？你哋想或者你哋想我去邊個地方？
唔好同我講啊咩去咩北韓啊、菲律賓嗰啲啊，屌你個閪，想我死啊！緬甸啊嗰啲，想我俾人賣豬仔啊！去翻啲正路少少得唔得啊？正路少少啊，稍微安全少少地方。咁啊，歡迎大家去，想睇下我去邊個地方旅行，去嗰個地方想我探索啲乜嘢，玩啲乜嘢。咁啊，係啦，睇下有冇人想我繼續拍啲旅遊片，或者下次 去旅遊願意，即係我都想邀請下嗰位朋友啫。如果對嗰個國家，譬如日本啊，或者韓國啊，或者馬來西亞咁樣啊，佢本身係嗰度嘅好熟路嘅地膽，或者你本身係喺嗰度嘅港人或者華人，或者本身你係睇開個片嘅朋友仔 fans， 你喺嗰邊做嘢啊、讀書，或者你都係想去旅行嘅，喺想去嗰邊旅行咁都可以大家結伴一齊去嗰度玩下拍下嘢，咁啊可以你亦都可以帶下我路啦。咁啊，下一站暫時都未決定。咁啊，但係翻香港就繼續要去好好嘅奮鬥，繼續好好嘅去發展自己嘅演藝事業先，揾多啲錢。人生我覺得其實，旅遊真係好緊要，即係咧呢個世界咁大，真係要睇下多啲唔同嘅世界。不要做啲隻井底之蛙，真係接觸下唔同嘅人同事咧，你個人個格局會又變大啲啦，個思想又會有所提升。一駕馬車走天涯，咁啊呢一個過一段落啦，今次嘅東京之旅。心情其實依家唔係幾開心先。真係唔係幾開心，咁但係都係嗰句，唔開心係正常，開心係唔正常。痛苦嘅時間，人生係一定會比幸福多。幸福係咩咧？幸福就係嗰一下嘅，好似琴晚同嗰條女咧喺度打茄輪，兩條脷喺度，哇前面交錯，哇嗰種咧水乳交融嗰條脷搭脷咁樣一路打一路。嗰條女嗰啲打茄輪其實真係一流，我依家都一路回味緊琴晚嗰個咧，哇！真係好嘅聲，打茄輪咧嗰種咧好有愛嗰種感覺，真係好有，我真係覺得好温暖、好被愛嗰種感覺。唔知道大家明唔明白？我真係好咁中意打茄輪，咁啊歡迎大家各位型男索仔啦，算啦，講下笑啫，其實各位靚女啦，如果有興趣可以同我打翻下茄輪嘅，約炮嗰啲我就唔會搞呢啲嘢，我對呢啲嘢冇乜興趣。打茄輪 OK 嘅，我中意打茄輪啦。咁啊，打茄輪技術高超啊，豐富哇！琴日嗰條女真係正，咁但係最後咧，我就打茄輪就打茄輪，但我都唔肯帶走佢啊，因為覺得唔知點解好似唔係好想，我都係想要嗰種係一種愛嘅感覺，戀愛嘅感覺，一種愛情嗰種温暖嘅感覺。咁而打茄輪就係已經能夠滿足到我想要嘅嘢，嗰刻好幸福。真係好幸福，想時間永遠停頓喺嗰一刻，一路打一路打，打足一日，打足一年，打足一世，一路哇！佢又咬住我嘴唇，有啲牙碰牙，條脷搭脷咁樣，真係啊，好真實，真係呢啲感受真係好真實，我真係。以後我的追求就是要跟多些不同的女生打茄輪，是啊，真的打茄輪真的正，屌好像離曬題添，即係有時講呢啲嘢咧，即係你哋會覺得我呢兩樣好黐撚線啊，變鳩態咁樣。其實人性咧，我想講啦，你哋話我精神病又好，又話我黐線又好咧，其實因為正就係可能話我即係我有啲躁狂抑鬱症，咁我有啲情緒病，咁啊我啊人生經歷咁多嘢啦，大家知道我出出入入。監房咁多次，精神病院咁多次，正正係我細個啊呢啲成長背景啊，我呢啲過去啊，我細個點樣俾即係我老豆老母佢哋感情又唔好啊，離婚咁啊掉咗我去第二度，咁啊細個讀書翻學又俾人啲同學仔欺凌，咁啊糟質又俾老師就，總之又俾人玩殘由細到大，咁啊對於我依家可能大家覺得我有啲心理扭曲。心理畸形，咁呢個又係無可厚非嘅。但係咧，我會盡量去想喺好嘅方面咯，想會向好嘅方面去
一路朝住好嗰方面。咁無論你點樣去打擊我，點樣去譬如我同阿沃哥嗰段，即係我唔係要咩洗咩白，我洗咩白啫，係啊。呢啲就係我嘅污點，呢啲就係我嘅故事其中一個篇章。曾經做錯嘅事又好，嚇、污點就係污點，我洗乜洗白，我洗乜洗底啊？我就係一個咁嘅人，一個真實嘅人，一個真實嘅我。今夜我不關心人類，我只關心我。唯有我是真真實實的我，是真實温暖有温度的我。我寧願做一個真實的自己，都唔中意做一個虛偽的香港人，戴住假面嘅嘢喺度，好啦，嘔心噶你哋咁樣。咁但係我依家會去學識去尊重人哋，理解人哋。我覺得自己有進步咯，我覺得自己大過咗，唔同咗咯。咁當然仍然有好多進步空間，我仍然有好多嘅缺點啦。咁啊，覺得一步一步慢慢嚟咯。咁啊，係啊，但係我仍然都係嗰個人，想講咩就會講咩，想做咩，只要我覺得係嗰件事係正能量、正面嘅，無傷大雅，能夠帶到俾大家歡樂，我只開心人哋開心嘅，我都會去願意去做。你哋呢啲人無論點樣去催翻我、踩我，繼續都冇用，因為我就係我。我流馬車比你哋更每一個人啦，應該咁講，都更懂得人性，更加看透人性。因為我由細到大，由第一日出世到依家，我嘅坎坷經歷，我嘅慘痛經歷，令到我對人性特別敏感。你哋啲人喺度諗乜嘢？你哋每一個人喺度想對我做啲乜嘢？你哋每一個人唔使喺我面前扮嘢，但係我願意繼續。你哋覺得我係鳩鳩地一個傻仔。不過只不過想同你講，你哋啲人咧，其實真係喺我眼中係覺得你哋啲人係好撚低。我其實好明白人性，亦都好懂得呢啲嘅人性啊，嗰啲嘅人性手段啊，啲心理手段啊，呢啲嘢冇人比我更加熟。但係我從來都唔會去對身邊嘅人要去用人性玩人性，喺度玩啲心計計謀呢啲，因為我覺得人生真係苦短啊。做翻真實嘅自己啦，係啊，想笑咪笑，想喊咪喊咯，中意咪中意，唔中意咪唔中意咯，係咯，何必要扮嘢咧？哪怕我知道我咁樣用一個真實嘅自己去做人，喺呢個社會上面生存，一定會受到好多嘅，即係可能人哋唔中意又好啊，人哋踩我啊，攻擊啊，傷害呢啲嘢，我都要繼續咁樣做自己啊！我覺得咁樣先係一個。即係呢個先係我人生嘅意義咯，我唔中意，即係唔中意好似你哋咁喺度扮嘢咯。正如我話，我中意打 K 輪就打 K 輪嚇，我中意溝女就溝女嚇。你哋啲人唔使成日喺度攻擊我，同埋咧唔撚使成日喺度偷偷摸摸，有時見到我攞部手機影我，因為咧我有時心情唔好咧，我真係會發，我真係會發，我真係會爆計嘅。咁啊可能會衝過嚟打你一身，可能屌撚柒你，打撚爆你部手機。因為我覺得，喂，如果你尊重我，我咪尊重你咯，你唔好騷擾我嘛。你唔好做啲即係嘔心嘅嘢，你喂你大大方方走埋嚟喂馬車，同你影張相，梗係樂意同你影啦。或者你走埋嚟喂 hello 馬車咁得，唔使喺度。有時有啲人中意偷偷摸摸影我，或者喺度對我喐手喐腳啊，喺度推我。我同你哋講啊，我真係黐線，我真係癲嘅。只不過我要唔要去要去咁樣做啫，我冇乜嘢做唔出噶啦。我有時成日心情都唔好，好煩躁，好燥底。我希望大家可以俾多啲尊重我，我都願意尊重你哋每一個人。希望大家俾多啲關心同愛我，認真，我好需要關心同埋好需要愛。因為細細個就冇母愛啦，冇家庭温暖，亦都冇愛情嘅温暖，亦都冇友情嘅温暖，完全係毫無滋潤。咁一個人咁樣嘅人咧，即係已經係造就咗我依家今日咁嘅性格個性啦，叫做桀騜不馴，不受任何嘅，唔能夠受任何嘅束縛。咁更加就叫做咧，受軟唔受硬咯。你同我嚟硬，我比你更硬。咁你對我軟嘅，我就會軟化噶啦。好似講得太多啊，因為依家未上機啊。咁啊，同大家再傾下咯。總之就係啦，覺得唉，差唔多啦，唔講咁多啦。總之我想講人性啊，人性，你哋冇人比我更加懂得人性。
人性是丑恶，人性是丑陋。但是我相信呢，仍然我愿意相信啦，人性是有光辉的一面的。咁啊，但愿大家可以尽量去做下真实的自己啦，多啲时间做真实的自己，遵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想做的嘢，唔好扮嘢。扮嘢是好难呕心，我成日都系扮咩嘢啫？你扮咩型啫？扮咩高斗啫？大家都是人，大家都是人啫嘛，系嘛？大家都是人啫嘛。得差唔多唔講口乾講到，咁啊，唉，唔知第時有冇機會去日本發展呢？我絕對唔介意做 AV 男優。我願意去為藝術犧牲自己的肉體，希望日本那邊有關的 AV 公司聽看到我的片，同埋知道收到風的話，可以邀請我過去發展一下啦，好嗎？ありがとう。I'm very kawaii 啊，kawaii呢？我梗係知道我好撚鳩啦，唔鳩你哋邊有得笑啫？係咪先？我盡量都會鳩啲嘅，你哋放心啦。我想。即係想俾大家開心啲啦，睇到一個惡鳩仔，係啊，即係我寧願做一個你哋覺得鳩鳩地嘅人都好，好似嗰只姜餅人咁樣，唱唔得跳唔得，一個咁撚死嘔心嘅死肥撚，咁撚嘔心，係咪啊？即係你哋寧願睇一個咁嘅嘔心嘅死肥撚，定係睇一個即係會俾你哋有時有得笑下嘅惡鳩仔阿馬車仔咧？我希望能夠有時我啲片能夠有一個叫做收放自如，取一個平衡。有時鳩得嚟咧，其實有一個想帶俾大家一啲思想上嘅思考，人性上嘅一啲嘅探討，琢磨下人性，大家可以多啲思考下人生，琢磨下人性，每日就係戇鳩鳩咁樣。呢段旅程我成日都會不斷，每一刻都會喺度諗嘢。一路喺度，個腦都喺度轉緊，所以好撚攰嘅，真係我呢種人啫。得，唔講啦，東京代呢度收翻香港啦，天水圍，香港見啦。